各位好，我是余志刚，辉立证券高级业务经理，主板新股啦，内地电子制造服务供应商恒达科技控股，上市编号1725，现正开始招股发售啦。恒达咧系一间历史悠久嘅中国 EMS 供应商，就组装及生产 PCBA 及全装配电子产品提供综合制造服务，包括提供设计、升级及核证嘅，咁提供技术意见啦，同埋工程解决方案嘅原材料挑选咧，同埋采购，咁质量嘅控制同埋物流及交付售后服务俾客户嘅。咁招股价咧介乎1.7至2元，发行股数系7500万股，其中10% 系公开发售，90% 系作为配售嘅。以中位数1.85港元计算啦，集资额咧大概都系1.04亿港元嘅。按一手5000股计算啦，入场费大概都系10000元。该股咧预期喺咧8月16日正式挂牌上市嘅，保荐人咧为德建融资，咁孖展咧都现正开始接受认购嘅。咁辉立嘅孖展认购截止日期咧系8月7日星期二下午3点，咁计息日为7日，全数认购截止系8月8日早上9点半。新股介绍系咁多，多谢各位。以上纯属个人意见，不构成任何买卖邀请。本人余志刚为证监会持牌人，截至本评论发表日为止，本人及有联系者并未持有全部及证券之所有相关财务权益。